这是一个很 有趣的礼物，就是我知道上一次那个龟贤跟 Super Junior 一起来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台上说很喜欢法哭这个东西。法哭，真的法哭，真的法哭，法哭。我们已经교환했어요그메시지그메신저를교환했습니다你们是不是很羡慕啊？其实我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是可以那时候第一次听到龟贤说喜欢八三幺歌，喜欢八三幺音乐，其实就非常开心很感动，然后就觉得如果这次能够跟龟贤一起在台上合作的话，应该很棒这样子。那也希望未来就是可以跟龟贤有更多更多音乐上不一样的火花，好吗？我们已经교환했어요그메시지 그메신저를교환했습니다你们是不是很羡慕啊？아그래서우리도哥哥랑같이한번재밌는또프로젝트를만들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所以以后呢，希望有机会跟哥哥一起创造更有趣的一些 project 一些计划。拜托了，拜托了。그러면那么回家吗？不会，我一定会留到最后的，跟现场的大家一样。这是一个很 有趣的礼物。설마？对对对，就是。该不会？太贵了吗？太贵了吗？啊，不会不会。我们有一句俗话叫“礼轻情意重”。翻译老师可以帮我一下。是的，是的，是的。开可以吗？打开，打开，打开。就是我知道上一次那个龟贤跟 Super Junior 一起来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台上说很喜欢法哭这个东西。法哭，真的法哭。我感觉有个 U 的音，法哭。Oh my god！ 我常常要四处去旅行，要表演什么的，所以常常在可能在饭店的时候就需要用发箍把头发箍起来。真的发箍？对对对对对。一起。不行，一起吗？龟贤就比一下就好，因为不然他那个头发压坏了，不好看。哎，对对对。可以的，法哭，法哭，等一下，正面再来一张，谢谢，法哭，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啊。我给你啊，我你看我的演唱会吗？我会待到最后，跟大家一样。很感动，很感动。啊，这就负担变得了。可是这样子让我有一点沉重有点负担，有压力。不会，那个 superstar。OK， 我是 superstar。자우리아버님께장식구리谢谢谢谢。爱情一路沉迷记，用伤心苦发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对开始时，想把你抱紧就累，你的笑的和你的长夜色色，是经历的风景，山川废墟，山石落万里，能否一场清醒，一切神迹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为你关心，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
去，却变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原来的相遇。Let's go.